他们果然来了。若冰，等我片刻。小心。不用担心，叶枫会没事的。浩一龙这么快就突破真灵境巅峰了？我看其中必有猫腻。风儿，不可轻敌。不对，他不是浩一龙。黄大师，这是何意？他不是浩一龙还会是谁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应该是被昊天楼所降下的圣意附体了。我说浩一龙今天的气质怎么与以往不同？没想到九域大陆还有第二个真阳之体。他居然没认出我，我该叫你昊一龙还是昊天啊？哼，本座创立昊天圣宗2000余年，又在真武大陆建立昊天宫，现为昊天公主，九重大圆满圣君，距离天命帝君仅一步之遥。诸位，聂家需要开启阵法御敌，还请先回避一下，等真阳剑主斩了来敌，关闭阵法，再请各位出来。聂风再强，恐怕也难与昊天老祖匹敌。到时候，将贵宾驱赶出门，这就是聂家的待客之道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若不离开，就是与真阳剑主为敌。我会立刻开启阵法，将你阵杀。简凌风，你一个新晋武王，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？袁天琪，你这是在自取灭亡。圣剑三元。竹海，竟能将本座逼至此种境地，很好。昊天九变，真阳灭世。他对我有再造之恩，但我对他只有感激之情，在我心里唯你一人。真的？我若有半句虚言，不得好。不许你咒自己，我信。后来蓝化阳企图夺舍于我，好在我拥有神炎珠，实力更胜一筹，逃出了紫阳宗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被昊天宗和紫阳宗联手追杀，剑灵峰身死，我在雨烟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。他当时劝我逃往海外，远离纷争。可是你的仇，师父的仇，剑灵峰的仇，我不可能放下。如果能放下，或许你可以跟他幸福地度过余生。没有如果，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之后我耗费数年成就武王，杀了昊一龙，
被八大宗门合力围剿，最后跳下绝天崖。无论这梦是真是假，如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昊天宗不会善罢甘休，这个祸端必须铲除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准备借用炎荒秘境的机缘尽快增进实力，而且也要帮你们共同提升一下。只是那个地方每次只能带一人，而且是素魂境巅峰的尊者才能进入。看来我得尽快修炼到素魂境巅峰。冰禅宗的寒玉宫是一处宝地，如果能在那里修炼，将事半功倍。明天我们去一趟。还有一事。何事？前世我有愧于雨烟，我想带他去炎荒秘境作为补偿。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你做主就好。谢谢你，若冰。弟子给师尊请安。你们终成眷侣，为师就是寿元将近，也没什么遗憾了。传说只有几个至强势力有神阶武学，而且皆不外传，他怎会轻易相送？我也不清楚，但那门神阶武学我已学会，等融会贯通再将其赠与师父。罢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越来越看不懂了。如果有机会你跟在他身边也不错。您刚才不是说不要变成他人的陪衬吗？真阳剑主又不是一般人。哎，不说了，你赶紧修炼吧。见过公子。见过公子。真是惨的。是啊是啊。见过公子。公子来了。公子，后羿龙杀了你师兄黄哲彦，今早派人将尸体送了过来。他怎么敢？